们分成矮的跟高的一组啊。哦，这样子吗？高慧君，我站错地方了。你应该赶快过来，这个自动自发，你站那边很难看嘛，对不对？何必牺牲？何必牺牲自己？然后冰姐要过来，那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，张大明陪衬一下，对，我是高的，对。哎呀，你还是回去你兄弟那一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好照顾你妹妹哈。今天看到我们高人组配上我们优秀组的啊，哦，然后这边是矮人组，这是高人一等嘛？我们人小志气大。对啊，人家高人一等，你们是优秀一组嘛？哎，很难得，我还会被觉得是在属于比较矮的这一边呢。好，我们马上要进行我们的今天的全能金头脑。接下来在这一关当中，各位两队要注意了，真假羊盘到底哪一位呢？他们都以羊婆婆的装扮出现，我们欢迎五位。杨凡、杨婆婆，牛大妈，你拖鞋坏掉了，再去找一双。你鞋子怎么不见了？拖鞋坏掉了，这可能是真的杨凡了。一来开始拖鞋就掉了，真是。这个要好好的呢，来处罚一下。瓜哥，我帮你。不用。上个礼拜我被打惨了，拖鞋为什么掉？哎呀，这个光看这样的样子，想到其中有一个是凡哥就很好笑，根本不要干嘛，这里有一个是凡哥，要吗？夸张。我上礼拜打回去哦，脑震荡，好惨。结果待会迟钝了一点点，待会各位可以参与打的行列。抵抗啊！不行，抵抗不背了。好，今天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！没，打死了。神经成瘾，输了，把书带回来了。打苍蝇的，我们让摄影机拍一下，我们准备的道具有哪些啊？哇！哦，啊，这个还有棍子啊。好，牙棒。一号到五号，哪一个是真的杨凡呢？大概带的身材各方面都很像，所以我们开始呢，第一个要找蛛丝马迹啦。我们知道杨凡演杨婆婆是轰动全国啊，但杨婆婆走路有几个步骤了？我们现在我要请他们示范，就从这边开始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瓜哥好像你比较像哎。阿爹求啥？一号，请朱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。好，请回去。二号，你以为你眼睛看不出来啊？预备，开始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请回去。三号，别挂上。预备，起。你在运动场啊？啊，回去。四号，哎，小朋友不能学哦，不能拿饼干盒这样打人哦，哈，知道不能啊，千万不可以哈。预备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都没有照拍子。好，请回去。五号，备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走。好，请回去。小朋友吓一跳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请这个我们两组来宾可以问问题啊，但是他不能讲对或错，只能圈或叉。如果答错的要用这个。哇！哇！我还狗。喂，一号。哎，请问瓜哥是不是天王主持人？你这什么答案？什么答案？啊？啊？好。来，请问四号。四号。你婚前很花吗？对还是错？婚前很花吗？这个说谎嘛。再问你一次，婚前很花吗？请问你婚前很花吗？好好。好。哎，请问。请问二号。哎。听说你现在还是每天泡妹妹吗？请问一下一号，瓜哥喜不喜欢泡妹妹？要不要我帮你殴打？等一下不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我拿五根来啊。哇！请问三号，请问三号，你会红的比瓜哥久，对不对？
可是狠狠地报了一箭之仇，您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杨婆婆呢？请各位观众在这五位杨婆婆中把杨凡找出来。对不对？啊，再问哦，打烂了。请问二号，其实你现在跟瓜哥一起合作，但事实上你心里根本不把瓜哥放在眼里，对不对？请问三号，你觉得你比瓜哥帅，对不对？你比太慢了。啊？四号。你的老婆叫 Mary 对不对？好 Nancy 对不对？ Julie 对不对？你连我不要这样，我都不会凶干走。 OK， 好，线索都找完了，现在各位可以开始猜啦，到底是一号是杨凡还是二号，三号还是四号还是五号。来，第一组孟光美，我觉得应该是二号。二号，因为呢，五个人里面只有他是比较那种碰腿碰腿，虽然他黑黑的，我猜他应该是打球所以晒黑，但是他是那种细皮嫩肉型的，而且他一直啾啾，他想要比瓜哥矮一点。哦，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。好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分辨一号跟三号，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。那大家可以一起回答好不好？请问凡哥以前跟红拳族的两个女生是很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这个是四。一二，这个是林柔啊。你那么快澄清干什么？你现在一下就穿帮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真是的，表演都不会表演，还当主持人的，笑死。站好。来，这真的很像耶。到底是一号还是三号？三。好，三号。三号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揭晓答案了。我们先从最不像的五号起出列。哒哒哒哒。这个。请到前面。臀部以后请弄小一点。来，把你的面具拿掉。好，你太快了。失敬失敬，打了你那么多次。我也谢谢你的表演。好，请到旁边去。四号，请出列。四号到底是不是呢？来，请揭晓。也不是。来，等一下，二号、三号都有人猜对不对？一号，一号没人猜嘛？一号请出列。一号很像，像啊，太像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太像了。看瓜哥的表情就知道是一号了。啊，我啊，我先不告诉你，其实他一上来我就知道是谁了。来，今天绝对不是啦，来，面具拿掉。一号绝对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杨凡当兵啊，到现在我已经十几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走路什么样子我都清清楚楚，打得很惨哈。还好啦，在一号打得惨，不过人家你能演得这样子，让大家觉得像就不错了。对呀，太像，他好像，好像，对不对？他从出来的那个站的感觉好像。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二号、三号请出列。其实我们也是靠肚子来猜三号。哎呦哎呦哎呦哎，你们还要演啊？还要演？又演下去了啦！我跟你讲，光比身高就知道哪一个是，对不对？对，凡哥比较高。杨凡不可能比我高那么多嘛。啊？这个绝对不是杨凡。来，把面具拿掉。先打一顿。还可以。结果金马奖得主是，哇，他真的是杨凡吗？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杨凡在后面，里面没有一个是杨凡，嗯，还要演，来面具拿掉，杨凡，好会演，太会演
这位谢谢表演得很好啊，很痛哈。哎呀！金马。欢迎收看《全能那个戏》。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笑笑笑笑笑，姑娘的酒窝，笑笑笑笑。出来又蹦又跳的，哎呀，我们要配合啊！哎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哎，我有点晕。哎，这首歌以前是高大哥唱的啊，对对对对。他为什么选这首歌？因为他后来听到的歌词很有意境啊。对，姑娘嘛，想起香蕉就我就微笑。姑娘想起啊，酒窝，丰收，不错，丰收。第二个是假期，谁想起香蕉就会笑。不是有你喜不喜欢吃香蕉？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？柳丁。姑娘嘛，想起柳丁就我就微笑。喜不喜欢吃甘蔗？什么？甘蔗？是什么？甘蔗没有看过、啊。没有啊。就像你的身材一样。真的吗？高高长长，莫文蔚啊，真的是很肯牺牲。对对对，真的很有气质，完全就是个艺人的表现。而且你演什么角色不挑。你要今天给我剃光头，你看就剃光头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龅牙就龅牙，演白痴就白痴，什么都演了。我想你们来看看我们那一段食神的影片哦，在里面当时为什么会把自己牺牲成这样，而且很有知名度还去演了，不是说刚出道，你又刚出道，什么戏我都接受没关系。对对对，这么红了还演那么丑的角色，来来，我们看这段食神的影片。刚才真是多谢你了，师兄弟不用说。哎呦，像你这么有义气的人真是难找，情何以？值千金，上刀山下火，还有何妨？火鸡的腕力惊人，就它才能打出这么好的牛丸。平均每份牛肉需要它不停地打26800多次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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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告诉你，看，了不起，一个人可以为了艺术做成这样牺牲。听说那个日本现在还感谢他，那个日本拍《七月怪谈》就是因为看到他才有这个，才去拍的是吧？才有这个。我现在也可以。哎呀！他多豪放！哇，刚刚那个德斗好挡啊！你德斗好，德斗好挡，德斗好挡。其实你说莫文蔚的演技这么好，歌又好，实在让人很羡慕。学问又好，气质涵养又好，不如今天这样，我们如果在一起不一起演个戏，观众会很失望的。这样，我们干脆来演个杨婆婆的剧啊！这样子，他你要演杨婆婆吗？我喜欢杨婆婆，是真的咩？是。来，马上来进行我们的杨婆婆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艺术的创作者，也是一位名闻中外的书法家，平常都深居简出。我住在深山中已经很多年了，
不问世事，勤练书法。下个月我在国父纪念馆有个人的展览啊。这是我阿嬷，从小我是阿嬷一手把我带大，一个人要百善要孝为先，不懂得孝顺，你再有学问都没用。奇怪了，每天早上我都比我的管家还要早起床，在这搞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杨伯伯起床啊！哎呀，老板啊！哎呀，老板啊！哇，老板又写书法了，这么早起床啊？你每天都逼我晚起床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懂。没有了，因为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不知道做个噩梦，心里好害怕，就睡不着，睡到天亮才睡着了。你做了什么噩梦啊？我梦到你又非礼我。那应该是我的噩梦啊！你有什么噩梦？你不知道早上起来练书法吗？不知道啊！哎呀，我早起来嘛。哇，老板写书法，墨汁都没有了，磨墨啊！哎呀，磨墨不会自己磨啊？磨墨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很多嘛！我问你啊，练书法一定要很安静，声音不能太吵。我知道，我这样怎么写书法呢？啊啊的！可是老板，你知道我每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自然会这样我怎么练得好字呢？我尽量控制嘛。你帮我磨磨，声音不能发出来。是啊。老板，我可以呼吸吗？当然可以呼吸啊！你叫我怎么练字变成这样子？哇，写得好棒啊！哇，这一笔哇，神来之笔啊！哇，厉害啊！哇，我是个读书之人，我有修养，有涵养。我知道。不然以你这种年纪，怎么可以当我管家呢？我看你孤苦一个人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收留我。你稍微控制一下嘛。我尽量在控制的嘛。不要再吵了嘛！我知道，是不是？你就放我放音乐，我要练字。放音乐啊，放音乐，对。哎呀 ！Now check out the wicked inspiration vibe and the jungle style. I'm getting wicked and mad. 写书法，你放的音乐怎么写啊？我不写别的音乐啊？我有啊有啊，可是我想说早上起来这样子会活动筋骨。我几岁来跳这个舞，多恶心啊！对不起，你还会在我后面磨的，神经病啊！放错了，你放太热门音乐，我没办法写书法嘛。对，有另外一个应该比较配合你所要的啊。这个音乐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早说嘛啊！哇，写字真难看啊！你知道写书法为什么要放这个吗？要有点烟。烟啊！那个熏陶，要礼佛。就是香的意思嘛，要有烟那个烟。对。哎呀，早说嘛！来了。老板。呀！你干什么？你不是要香吗？不是点了拜我干嘛？那拜谁啊？祭祖台要拿香的，点在这里啊，点在那一边啊。这个檀香你不会烧啊？哎，有檀香啊，那烧。那你会不会自己来啊？我不是，我是主人，你主人啊，像话吗？对。哎呀，檀香嘛，檀香的味道好棒啊，这样子就对了。对。这样烧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了，有，你看，有，把它盖住，盖起来，这样我写书法有点音乐跟这个烟，对，感觉就很好了吗？刚刚那个音乐再配合这个烟，书法写起来就很漂亮了。你真的很奇怪，能够把我这么还有修养、有涵养的人搞得脾气那么大，也不是不容易啊。哪有我？什么时候我搞过你？搞到这样子，是你自己没有心情定下来而已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啊！我知道，准备去准备早餐了啊！等一下，可是老板，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？又怎么样了？我有一个香港的一个亲戚要来我家。你什么时候有香港亲戚啊？有啊，我有一个孙女啊，长得很漂亮。
不可能吧？以你长这样，怎么孙女会漂亮？哎呀，以前小时候很丑，可是现在好漂亮啊！她是从香港来的，而且是个明星哎。她说要来赞助跟杨婆婆住几天呢、啊？她是个明星，应该很有钱呐、啊，为什么不去住饭店要跟你住一起呢？因为她舍不得嘛。我如果我要去住饭店的话，谁来照顾你这个要死不活老头子？啊所以我叫他过来，你的意思是一举两得、啊，你孙女要住在这边啊？对对对对对啊！住几天呢、啊？啊，住一两天而已。啊，一两天可以可以，那可以吗？可以啊啊！等一下就来了啊啊啊！哇！哇！哇！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来先 kiss 一个再说。哇！哇！真的吗？六十年来都没变过啊！哎呀，你越来越漂亮了，哇！小那个杨婆婆长大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同你介绍啊，那个我系我老板啊，你孙女啊？哎，我孙女啊，叫莫文蔚啦。莫什么？莫什么？莫文蔚，莫小姐，没听过啊？她是做什么？哇，你没有听过她？给她介绍一下，给她。莫文蔚都没听过。莫文蔚，莫文蔚是干嘛的？莫文蔚是干嘛？你可没时间，没时间，没时间就赶快上厕所啊！不是啊，那个电视里面那个录影带里面有看过食神嘛？他里面演一个哇女主角哎，什么食神？食神啊，跟周星驰一起演的那个。我没看过，没看过。不好意思，这你孙女的我都没看过，我不认识她。哇，太过分了！就是这样子的老板，就是很多零钱。哎呦，快点快点，我们去整理一下。哪边哪边？在那边那边。哇，年纪大了啊！哇哇，都整理好了，那快快快，啊，老板你可以睡觉了，那个床铺把你从撕掉了，哎呀，啊，没有呼吸啊，没有，他每次都憋气的，年纪大了，我小心点，不要吵醒他，他很容易醒来的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老板真的没有水准啊啊啊！他还说不认识你，你看看。对呀，对呀。应该要整他好了。那怎么好意思不整他呢？不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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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不能这样烧啊！这样烧他没有感觉的，他皮很厚的，有毛笔字。哇！好，我来。手不拿开，等一下就把手剁掉了。啊啊！哇，拳好棒啊！哎，你换一个。啊！啊，老板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你看像不像小偷啊？哇，钱好棒啊！哇，老板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你看像不像小偷啊？哇！还带了他一个。哇，你都会完全差的。哇！这边。哇！好帅啊！哇，他这个鼻子弹性好好，多加一点水，哇，吸水吸好，吸的好吃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等一下要是他醒来的时候，我鼻血。哎呀哎呀！老板，好。哇，老板刚刚睡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啊。我手怎么沾到这些呢？哦，可能你刚刚就沾到你自己写的字了啊啊啊啊！没关系，擦一擦就好了啊啊啊！哦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那你几号来的？我什么时候来的？是吧？哎，什么时候来的？
但是他问我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什么时候来？我好像很久都没有来过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次要是不来的话，我想一辈子都不会再来了。我是问你什么时候来上班的？哎呀，十五号来上班的啦！十五，哎呦，那今哎呀，那今今天要拜拜了嘛？今天十五号啊！你没准备东西拜拜啊？好，去市场买水，可是老板要买什么水果？拜拜的水果很多啊，像葡萄啊，葡萄，或者是像这个杨桃啊，杨桃，或者是像这个水蜜桃、番茄啊、枇杷，哎呀，水蜜桃、苹果啊，要有几种啊？三种就够了。三种啊，不是啊，老板，啊，去哪里买啊？下山坐公车到菜市场去买。啊，坐公车去菜市场买，对对对，快快快，老板要坐几号的公车？坐一号公车。啊，一号公车，好，去哪里啊？跟你很啰嗦哎，菜市场你不会啊？我没有去过啊。你讲的时间都快过了。对呀，拜拜，那还不赶快去？我看这样好了，你们俩在家帮我打理打理，我去买好了。啊，你去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你把那神桌上弄好。啊，我要把它弄干净啊。拜拜，哎，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啊。这是我写的，我这个下个月在国父纪念馆展览的。给年轻人练习练习也好嘛，培养心情嘛，陶冶心情。那你不能乱写，好好学啊！我先去菜市场买个东西啊。老板，你不洗个脸再去啊？干嘛洗脸？早上刚起来，我刚洗过啊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你注意一下了啊。老板啊，如果有人打你的话，你回来再来告诉我好了。我好好的干嘛人家？啊，对对对对。老板，干嘛？没事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是吧？你不要那边乱涂啊！签了名啊！我签了名啊！哇，签了名看可以拿出去卖，那个字写的太丑没有用。我跟你讲，你去整理整理东西，好啊。等一下，婆婆再跟你好好聊聊天。哎呀，哇！老板说要打扫打扫，我都忘记了啊。哎呀，这一张是老板的最心爱的。哇哇，这要特别擦一擦才行。哇啊啊啊！哎呀，你来了、啊！你看，我正在整理啊，你在干嘛？那么兴奋啊！我的偶像啊！哇，你。这个我认识啊，李奥纳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你不要欣赏别人，你应该欣赏你自己才是。奶奶，你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，婆婆都帮你留住。你看，哇，咦，好可爱了。不要不要，你这个太丑了。那是你自己的照片，你怎么不要？好可惜啊。啊，那是像我现在啊，我真的。说的也是，小时候怎么那么丑啊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哇，这是你的偶像啊！你有自己偶像，我们老板也有自己的偶像啊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每个人偶像不一样，我老板的偶像是他啊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漂亮，这个很可爱啊！比你更丑啊！不会啊！太丑了。天哪！你怎么把我的，你把照片给撕掉了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拜托，这是我老板的妈妈哎，管他！不是啊，是他妈妈的遗照啊！你把它撕破了！啊，我帮你粘。怎么粘啊？等一下老板回来，来不及了！啊啊，老板，爸爸收起来，快点，拿出去！哎，粘这个上去啊！那个杨伯伯，粘这个不行，粘这个不行啊！啊！啊，老板，老板回来了！哎呀，今天那个去菜市场买东西啊，哇，每个人都好客气哦，一直跟我微笑啊。哎，真的啊！哎呀，他们好友善哦。是啊，老板好可爱嘛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你看，所以我说练书法嘛。对对对。脾气会改，人家看到你舒服。啊，对对对。你看，人家看到我都很笑嘻嘻。开心嘛。滑稽嘛。哎，你看，人间处处有温情啊。其实我们左右邻居都很好的。对对对。我到菜市场买菜，人家还算我半价了，都友善。哎呀，真好啊。哎。买回来了是吧？水果赶快摆一摆啊。那个。那个照片，老板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啊，对对对，我近视很深的，我的眼镜呢？
破了，马赛破了，改天再拿去修理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没事把我眼睛弄破了，哎，赶快摆一摆哦。啊，摆一摆，摆一摆，摆一摆，要祭祖先了啊。哎，那个，哎，那个照片，哎，照片呢？啊，照片在这里啊。啊，在哪里？在这上面啊。有啊有啊，怎么没看到？来了吗？照片不是来了？照片怎么看起来那么年轻啊？有吗？是不是？老板，你是近视眼啊？你看，你再回头看一下。哎呀，老 Coco 了，怎么会年轻呢？对呀、啊，哇，看起来又擦得蛮干净的啊。啊，好干净啊！好了，你的孙女呢？我孙女呢？孙女，要去洗澡啊！哎，老板叫你啊！就到我家住，哎，要帮我的奶奶上个香啊，表示诚意，好不好？哎，香的香的。哎，我怎么奶奶又变那么老了？可是刚刚看你比较年轻啊，是不是我眼睛昏花了？老花了，老花了吗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慢，哎，要一起来、啊，哎，杨伯伯，来，把香点，杨伯伯，打火机的杨伯伯，哎呀，老板你找我啊？打火机要点香要拜拜了，什么？要点香要拜拜，来了。哎，怎么这个照片怎么又变成样子啊？没有啊，老板本来就是一张啊，这有点歪啊，有点歪啊。今天的照片很奇怪啊。啊，有吗？好像比较滑哈。哎呀，你的照片，因为那个光泽是照片本身的光泽比较好嘛。是。来，那一起，你孙女一起来嘛，孙女呢？孙女呢？你爸，这是你的妈妈，你自己拜就好了。他来一起来拜嘛，礼貌上嘛。没有，哎，你拜就好了，一起来。上厕所。好，来，一起拜，有没有洗手啊？拜要洗手。没有。哎呦，这马路上，来哈，来那个杨婆婆，杨婆婆呢？啊，在这里。哎。怎么有这么脏的呢？这照片怎么有那么脏的呢？怎么那么干净呢？怎么上面有这么多斑点？没有。要擦。有问题。这个要擦干净。大家借我一下，这上面有蚊子啊！哎呀，这好痛。这个好，好，那个杨伯伯一起来拜，杨伯伯，一起来，好了，来，一起拜了啊，好，一起拜，哎，怎么照片又没有了？有啊，有吗？有来啊，哎呀，我很想念我的阿嬷。对呀，阿嬷，我爱你，阿嬷。是照片啊！照片人死不能复生啊！可是我每次拿到照片就亲他，我太思念他。你如果想你妈妈，就亲我好了。这个要擦干净哈。来，你孙女呢？一起来拜拜啊！好，一起拜拜啊！来，一起拜吧！快，一起来！好累。来，一起拜。怎么照片没有了？有啊，哪里？你没有看清楚啊，老板，你过来一下。照片。怎么没有照片？这照片呢？杨伯伯，干掉了。杨伯伯，照片呢？照片。那是我奶奶的照片，我只有一张照片，你照片放哪里去了？照片刚刚。某文会把它撕破了。什么？你讲，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拜拜我阿嬷，对不对？今天又是15要拜拜。你又把阿嬷照片，我只有这一张照片给他撕破，你还像话吗？我比较忍你已经忍够了。那干脆拍一张我的，把它摆上去好了。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今天把你开除，你走。不要了。什么也不要。我对他已经够好了。你这样子的表情不够诚恳，老板不会答应，抱紧一点。不是，马上给我收拾行李离开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离开，你给我滚。好，我们一起。不行啊，老板，那我带他一起走啊。不行，你要留下来帮忙。你把我照片弄光了，又撕坏了，你要留下来做工。那我呢？你给我滚。谁撕破了，谁负责？
借滚一下，用走路就可以了。你不就好滚了吗？你马上离开。我跟你讲，他留下来做工，这张照片是起码做半年的工。我没有半年的期啊，我15天就这样子。15天我跟你讲，你既然把人家东西弄坏了，就要赔偿人家，老板的要求你就答应吧。婆婆，你就先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我对你不起。没关系，你这样几次拥抱我已经足够了。好，你快滚。好，离开。可是要离开以前，我总要跟我的孙女叙叙旧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。来嘛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客气。不用客气啊。难得有这个机会啊，不用再拥抱一下。好，照顾我老板啊。我跟你讲，年纪轻调皮就要受到处罚。像你阿嬷，我对她已经算奶奶算不错的。她在那边工作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你把我照片都撕掉了，所以我留你在那边15天。15天如果做得好的话，我就可以让你回去香港。你坐好。其实呢，我也没女儿。我年纪也大，坐过去，屁股那么大，哎，我一个人住在山中很寂寞的，你知道我也没女儿，啊，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在这边就要陪我呢，陪我写写书法，帮我烧烧饭、洗洗衣服，然后呢陪我聊聊天，陪我下棋，啊，然后呢就要陪陪我，什么事都可以的，这样子呢15天绝对没问题。我很快就会放你回香港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你一定要陪我好好的在这边住。要不要陪你睡觉啊？还陪什么东西啊？下流的东西！哎呀，对我孙女这样子，我才知道你是有企图的。我讲，走，我不要理他，陪奶奶睡觉就好了。走，你睡，陪你睡觉。你什么东西啊你？你要是女的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变小脸。来，谢谢孟蔚。接下来进行我们是最受欢迎的单元 X 情人。要认定一个婚姻啊，一定要有具备几种条件。哦，这个爱情的部分呢？是爱情，有了爱情才能有婚姻嘛。那心理学家斯坦伯格也曾经说过，爱情所需要的三个元素。哦，哪三个呢？第一个是亲密性。什么是亲密性？就是生活习惯的了解。像我跟我老婆结婚10几年了，生活习惯你说要了解，还未必尽然。哎，到现在几乎还是不了解，背道而驰的那种。是了解的不是很透彻。哎，这个像您结婚没几年嘛？啊，是3年而已。这方面了解恐怕还不是很多了。要深入的了解。哎，还没深入了解吗？已经深入的完全体会到。对。第二是热情，要有个热情的心。英文叫 passion， passion 就是热情，对，形影不离，而且有关性方面一定要很协调。这一点要多加油。什么话？大家共勉之。接下来还有第三点叫做承诺。哦，对对方的承诺要，英文叫 promise。哎呦，承诺对方一定要跟对方呢达到共识。对，一定要跟对方长相厮守，长久经营这段婚姻才会幸福。哦，对对方要有承诺，才知道将来能够结婚的路途要怎么走下去。是，那你刚刚讲两个亲密性的英文怎么讲？亲密呢叫做这个亲密叫做这个亲密性呢，我想。讲两个，最重要，我想留一个给来宾说，不然来宾都没话说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这鉴定团有三位，其实我不是不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呢，这三位一定要留一点话给人家说。首先介绍第一位是我们欧阳龙先生。哎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，请问一下，亲密性的亲密怎么讲？亲密性啊，亲密性，你是说英文吗？哎，对。亲密性其实有好几种讲法啊，我只讲一个，就是这个，原则上就是说。虞美人能够解释啊，是，那就把这个问题丢给虞美人，虞美人虞老师，欢迎来鼓励一下。两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想其实很简单 ，close， 对，我本来想刚想讲 close， 可是被关闭了。不会 ，close 也是接近的意思，接近亲密 ，very close。是啊，没想到你想的跟我讲的是一样，对，少来。接下来是何笃霖。哎，瓜哥好，凡哥好，我讲英文干嘛？大家又听不懂，应该用闽南语来讲。那个亲密性很多，两字会，两字会，两字会。哎，然后呢？然后热情都。
送北铁呢？送北，那第三个承诺啊，八百里啊，这个 U 没亏的。马上要介绍今天的女主角了，一起来欢迎黄晓云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哎，我声音很粗呢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个性不错，又看起来也这个外形看起来也很壮，哎，黄晓云22岁，射手座，是 B 型的，身高164公分，55公斤，哎，恋爱几次呢？五次以上。那你兴趣是什么呢？兴趣我喜欢养狗。养狗哦，那可以把羊盆带回家养。那你讨厌的类型是什么样的人？比较肥胖的男孩子。叫邋遢，邋遢是，为什么每次讲到这你就认为是瓜哥呢？那您的新幻想对象是？刘德华。那如果刘德华说有跟你发生一夜情，可以吗？我想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我会自己可能很陶醉，很喜欢，可是到最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自己反而会一头栽。那什么是假的？不要乱讲，你干嘛真的？真的哈，对自己没信心。你刚刚讲的这个一夜情呢，我们真的是蛮有这个想法的啊。哦，这个当然了，不赞成大家所有的一夜情。像这个《失乐园》的作者，他曾经写过，就女人的迷惘是在上床之前，迷惘的时候，对，就是很到底要不要，到底要不要上床。那男人的迷惘呢，是在做完之后。哦，就是事情结束以后，到底对不对？是，这是差别，就过去之后嘛的。还有一些男人说了，说男人最喜欢女孩说一句话，哦，就说我要。那但最怕女人说第二次就是我还要。哦。不，这个都名言了，不是我们讲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们都是从书本里面察觉出来的。是。那你今天母亲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那你。你要不要听女人？哦，女人有什么说法？哎，女孩子变女人有三个过程。第一次会怕，得哎，用台语讲。哦，第一头一摆，头一摆会惊，第二摆会疼，第三摆恁祖妈甲你拼。头一摆会惊，第二摆会疼，哎，第三摆恁祖妈甲你拼，甲你拼啊，真好啊！今天妈妈来到现场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男朋友妈妈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过去的男朋友妈妈知道吗？之前有一个我妈妈知道。哦，那我们赶快访问到妈妈啦，张秋兰女士，欢迎妈妈。哇，妈妈很像哦。大家好。妈妈呢非常善良，一看就是那种大甲妈祖的信徒啊。啊，是，妈妈今年是43岁，高雄人，家庭主妇，对女儿交男朋友条件是忠厚老实，忠厚老实，乖的就好了。那一个月大概要收入多少钱呢？一个月啊，差不多5-6万块就可以了。5-6万就可以了。对，外表要不要很帅啊，很高啊那种？应该是高高瘦瘦的比较适合他。高高瘦瘦的啊，高高瘦瘦月入5-6万，5-6万对他要好，坦白要好。所以今天妈妈来鉴定一下，好，好吧，来请入列，好，请坐一下。马上要介绍第一位男主角是我们张主播，哎，朱平光、许梦珍、李国豪，来请坐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还有一个外国人，哎。那这个名字取得很好，是个主播。你有没有在电视台上班啊？我本身是在传播界上班。传播界，这个一号张主播呢是27岁，传播业，174公分，74公斤 ，O 型母羊座，恋爱的次数是6次。六次，请问这六次有没有达到很亲密的关系？还好。曾经吗？曾经有过亲密的关系，那这一任是没有了哈。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，那妈妈的哄心嘛哈。你的座右铭是？我是一个很容易上瘾的人。你帮我打。你是什么东西上瘾啊？对小云。哦。你的性幻想对象是？吴君如。哇哦。吴君如啊。就那个喜剧病。那个。吴君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很自然啊，他不做作。对，而且他收放自如。他们在笑，说他说的收放自如是指哪一方面？
他曾经胖过啊，他哦，身体上面，而且可见他很有毅力哦。演戏也是一样，演什么像什么，收放自如是吧？好，这是我们的一号张主播，朱炳光，26岁啊，自营的超商，173公分，63公斤，O 型巨蟹座，恋爱次数是3次，3次有没有达到很亲密的阶段？第二次有。那这一位小云呢？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您失恋之后的态度上会怎么样？做什么样报复的行动？跑到山上或海边大吼大叫，然后骂一些三字经。三字经啊，人之初性本善。谢谢，这是我们二号。谢谢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。三号许梦生先生，27岁，广告的企划，175公分，63公斤。How many time you love？5次。5？ 对。How many time you have sex？ Every time you have or no？ 有。好，慢了。喜欢什么样的 ？You like what kind of？ 我喜欢比较小的，比较小的，瘦瘦的。瘦瘦的也可以。而且啊，like、小鸟依人 ，like a bird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Like a bird， 喜欢鸟。Like a bird 。OK， 接下来4号。好，4号是我们李国豪，今年23岁，在饭店里面客房部的，180公分，有80公斤 ，A 型的巨蟹座，恋爱几次是有多少？10次以上吧。10次以上，哇，惊人的数字。因为客房部嘛，很方便。哦。啊，都是。客房里面有放安眠药吗？他有钥匙比较方便啊。带 master key 上去开就好。哎呦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假的。十次上有没有都有没有亲密的关系？有几次有？还记得吗？这种印象会比较深刻。有或没有就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自己拿钥匙开房间？这个没有。自己的座右铭是？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哦，我以为散播谣言，散播种子。好。以上呢是他们个人基本的资料，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考验，也就是说这个亲密关系，就是说闻他女朋友身上的味道，哪一位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？我们请4位把眼罩先戴起来。好，待会安排有4位啊女生，只有1位才是真正你的女朋友，你要选对。如果你连他身上都闻不出他的味道的话，表示你们的交往的过程真的是让鉴定团值得疑虑的啊。好，开始。好。好，第二个。好，第四个。好，你是选择几号呢？刚刚？第三个。第三个，把眼罩拿掉，把眼罩。好，恭喜啊！这么优秀的一对啊！可能不是这个问题。没有，他刚刚已经拉到了啦，他拉出来了，刚刚已经就拉出来了，所以他的答案是表。好，刚才大家鉴定团看到了嘛？哈，好，来，请入列。不要动。你可以坐着看的啊。我们叫二号戴耳机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几号？3号。3号。好，把眼好拿下来，3号速配成功，你带回家，好，带回家，速配成功，又猜错了啊？为什么猜3号？你为什么猜3号呢？3号有什么样的味道？你这样认为？香水味，香水味啊？乱讲，小孩子是小孩子呢，有没？你有擦香水吗？没有，还是上厕所没洗澡？来，请陆地，谢谢你。好，2号请回，3号。请问是几号是你的女朋友？请问你几号是你的女朋友？应该第三号。3号是你的女朋友啊！好，把你的眼罩拿下来。3号，你看看3号是不是女朋友？谢谢。也是猜不到哈，3号也是猜不到。4号李国豪。好，我们看4号有没有机会来。
晕倒了。好，哪一位？几号？好，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？几号？一号。一号吗？你喜欢这种型的吗？经过了第一关，文蔚辨人之后，竟然只有一位男主角选对。不过，也许是一号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，大家可别太快下定论，因为后面还有安全的吻、求婚与深情的拥抱等重重关卡。四位男主角是越演越卖力，让咱们鉴定团都看不下去喽。如果是台湾的男朋友，不可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，炸的冰的啊！除非是男朋友是外国人，才可能接受制作单位这样的安排。哎，金刚写给你俩公一块演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四位里面有一位是真命天子，对不对？有一位是真的男朋友，其他三位怎么可以演的那样、啊？对，愚昧人有没俩公啊？对呀、啊。四号有没有机会来？晕倒了。好，哪一位？几号？好，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？几号？一号。一号吗？你喜欢这种型的吗？身上香水味最重哦，欧阳龙的身上香水味最重，他真的差得很多。好，请回，请回一下，谢谢特别来宾妈妈。这是一个线索，各位鉴定团，刚刚只有一号是真的找出了他的女朋友，接下来呢是真的啊，是安全之吻啦，是面对面的啦。来，请女主角出列，来，男主角一号，预备，请服用。五、四。3、2、1，这是干，这个是摆明的了嘛，已经。哎呦，又闻到味道，然后亲那个包，哎呦，都破掉了。哇，好吸盘烟。哎呦，你看看妈妈的表情。这如果不是真的，这个会被打，我跟你讲。来，一号请回去。好，一号请回。二号，好，二号请就位。好，每人来，每人。可是其他的男士看了，如果是真的，他男朋友也是很气啊。请服用。哎呦，女生很主动哎。3，哎呦，2、1。刚刚男生主动，现在女生主动了。刚刚女生猜的对，每一个女生都很主动啊。警察会去研究这个哈。好，好，二号也请回。3号。哎，请服用。注意看哦，鉴定团注意看哦。3、2、1，好，深情。你没看他表情？你没看他表情啊？亲嘴，他亲完这样。你没有看他表情啊？哇，享受到最后。哇，许先生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当然。哎，我好开心哦。每一次都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第一次看人家这么近这样接吻，对对对，哦，真人表演，可他的表情真的很好。好，国豪李国豪，其他男主角已经面带难色了。一号、二号，看鉴定团，请服用。哇，这个鉴定团，哎呦，这个从情里面好难找，你拿回去当线索吧。来，四号请入列。可是女主角真的会每一次吻都吻得这么好哦。我们要跟妈妈讲，妈妈在旁边看了一肚子火了。妈妈拍写那个隔一个薄膜了哈，不要给。我接受咖喱宾馆，不要紧的哈。妈，好，四个人都亲的有她的味道。一号非常深情，二号女主角呢很主动上去，三号亲完有点发呆，但是也很深情。有四号更深情，哎呦，所以鉴定团亲的很。很深入哦，对，你们之前有排练过吗？没有，话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要有排练，是我们当主角去排练。对呀、啊。OK， 妈妈也看完了刚刚的所有的表现，你们也看完了表现，来，请做第一次的举牌。妈妈，你觉得1、2、3、4哪一位是你女儿的男朋友可能性最高？请鉴定团也举牌。好，
现在我们马上来看看妈妈所选择第一轮选择几号呢？请看，四号。为什么选择四号？您觉得？因为四号看起来比较适合他。哦，又高又瘦的。对。然后呢，斯文，这是感觉了哈。好，来，欧阳龙，请公布答案。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他们呢，五个人就搞 N 了。那就搞 N 那应该找个老外来，那表示是从逆向思考，就是没得办法，他老他男朋友就是老外嘛。哦，他是有第一轮的推理，这个是合理的。嗯、待会还有两二轮、三轮，你再看看。虞美人，请公布答案。哦，答案不一样，四号、三号、二号。虞美人为什么选择二号呢？其实我刚才因为他第一个文出来的时候，我本来想选一号，可是因为刚才在这个文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女主角有一种那种感觉。没关系，够了，这样子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啊，不懂。就说觉得这一号实在是太 over 了，我觉得。稳成这样，对，二号就觉得你把我女朋友当什么？那女主角有点回馈，不要生气。哦，是这个意思，你的推逻辑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他跟二号的吻感觉比较合理那样子，比较像一点。不，今天真的吻的有点太牺牲了，也很难找，对不对？对，太。你们看二号的表情。很气，那么气，一直气着。哎，好，何笃林，好。我今天答案四三二一啊，哇，为什么思想各有不同？你看嘛，我一猜一号女主角就笑了吧，那么高兴。我觉得从服装造型整个搭配看，他们两个有多登对，他们平常应该是交往在一起的默契的表现，而且从刚刚亲吻，那女主角像就是如入无人之境，直接手就抱过来，已经这样，哎呦。后面没有、不过平常讲，今天他们用吻来鉴定实在太难太难了，因为女主角今天的表现太优秀了，真的好像练过一样。对对对，哎呦，刚刚开开玩笑的是第一轮举牌，接下来请是鉴定团的时间呢。哎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随便翻问来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小云最不喜欢你们自己的是什么部分？就是说她经常批评你们这一点。我跟小云其实都很外放，其实我们的个性都很外放。那他比较受不了，就是我对大家都一样，其他女孩子也是很 open 的这样，一样服务他们，一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会比较 care 这种东西，对别的女生你跟他一样好。对对对。二号朱先生，我比较喜欢轻松啊，那我就常常穿鞋子不穿袜子。妈，你为什么不穿袜子？最讨厌穿袜子。他是说穿袜子的话是代表一种礼貌，那我是觉得这样比较轻松。所以不穿袜子是他妈的缺点。他最想骂你什么？就是我有很多朋友，我常常跟他们去玩，所以他有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要跟他在一起。你花的时间陪朋友比较多。四号，肥胖吧，因为最近回台湾以后饮食有点过量，越来越胖，回台湾将近胖了10公斤这样。他说再胖下去就要跟我断绝来往。哦，他不喜欢你再胖下去哦。好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虞美人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根据资料显示说，小云是一个这个个性很强烈的一个女孩子。她曾经这个男朋友迟到10分钟，然后她就一个人在山下买一瓶玫瑰红，然后用吸管喝到山上去这样子。那我倒是想问一下说，这个当她有时候发脾气或者是无理取闹的时候，你们都怎么处理？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？每个都要问吗？我要问一号跟四号。一号，请回答。因为小云的脾气比较直接啦，她因为她火象星座了嘛，都比较冲动。那我也是火象星座，我也是比较冲动。可是我是母羊座，所以比她高一等，所以我就会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举例啊，就是用一个她，比如说她已经在骂我，我迟到约会迟到，她在骂我，然后我就会 get 皮皮这样，然后就会跟她讲说啊那。顺便提醒他说，上次啊情人节的时候啊，你也忘了，我忘了买花，那你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把我一次骂光，一次发泄够？那因为一直闹他，他的气就会小。四号，我是会跟他讲道理，也不是像说一号那样给皮皮，他会更生气。那我是跟他讲道理，就说譬如说我会有什么迟到，从头到尾讲给他听，如果他能接受的话。那基本上一般来说都是一直吵到没有办法接受这样，但是说吵过隔天就会没有事情了。哦，容易生气，容易忘记这样子。哦，我想请问一下四位，
你们知道小云有什么缺点吗？好，小云有什么缺点？毛先回答。他，他有时候喜欢这样，边边在抠鼻孔。啊？他缺点抠鼻孔？抠鼻孔啊！三号许先生，有的时候就是他爱动物太多，觉得。好，二号，他觉得小云可能爱动物爱太多了，所以这个爱可能只是分散给动物，没有给他爱的比较少，所以这个是他。Animal， 二号，他比较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常常发脾气。对，会摔东西吗？会，有时候。有时候会。对，一号，我觉得他比较鲁莽，他很多事，因为他很直，他就算在一群朋友当中啊，他讲话也是很直，可是他。其实他没有想那么多，然后他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常常会受伤，受伤就会得罪人嘛，他就很无意的。个性直啊，对。欧阳龙行，如果说你们要跟这个小云求婚，那你要对他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打动他的心，觉得他会嫁给你？每个人都说说这一段话。这样子好像大家看不出来嘛。对对，还是要现场，刚拉开现场，还是一个现场拉开，大家在现场。中间的小云，小云，这个一定要对着小云讲了。小云可以不用任何表情，没关系啊。好，请开始。小云，我觉得你的眼睛很漂亮，那搭配我的眉毛，我想会非常的完美。然后你的嘴唇是让我一直。流连忘返的，那再搭配我这个英挺的欧洲鼻子，我觉得就优生学来说，我们两个是蛮适合的，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好，好像在广播里面。好，品光，预备，开始。亲爱的，假使全世界的一切都给我。而要我离开你，我不会同意。自己就觉得有点恶心。哎，你怎么会自己笑成这样？原来这么失态的样子。哎，他注意了，鉴定团，鉴定团，这是障眼法，这障眼法啊！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笑我就打你了。亲爱的。假使全世界的一切都给我，而我要离开你，我不会同意。假使九天仙女要嫁给我，而要我放弃你，我宁愿终身不娶。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任天荒地老、海枯石烂。我只想一辈子守护着你。直到永远，请你嫁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很好。直到我笑死以后的。哎，许梦生，好。他怎么刚刚的笑容到现在没停过？他是一号表情一直笑啊，亲吻也这样笑。好，请开始。海云，我来台湾2年半，就是最近我认识你。我觉得我很高兴认识你，我爱我的家人，但是我没有太太。我觉得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我会很高兴。如果我希望你妈妈会接受一个外国人，好，可以嫁给我啊。因为他国语没法练到说那把那个词去修的，可能意思他，可是他诚意可以接的，而且小鼻子点头点头。我这边看到他看妈妈，啊，是的啊。好，四号，请开始。亲爱的，喂，你去比赛违反规定啊！在苍茫人海中，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归宿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最好。一破停靠的港湾，在此，我想请您嫁给我吧。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将长跪不起。哎呦，有点
哇，小英还把他拉起来了，好好多难猜，我觉得越来越难猜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勇气十足啊！二号也很真。好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。接下来我们想请女主角初恋跟他们四位唱情歌，看看唱情歌的感觉。可是因为三号他这首歌他不会，没关系，我们用唱，他就用做动作就可以了。一号，请初恋。好，女主角选择。请回，这个是在今天四位男的都很会演啊！哎呦，对呀，报喜啊！报喜啊！报喜啊！找我一样报喜啊！不是，我是觉得啊，我是觉得四位里面有一位是真命天子，对不对？有一位是真的男朋友，其他三位怎么可以演的那样、啊？对，你不晓得现在都演这么好啊？不是，刚刚何笃霖已经生气了，下来干到底怎么一回事？OK， 没关系，接下来第二次举牌啦。妈妈在第一轮选择的四号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他第二轮答案有没有改变，请看。还是四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唱得太那个投入，投入，而且手牵手，对，脸还贴脸。可是刚一号也是这样，就好像比较不会那么自然，不会那么自然。你觉得四号最自然？妈妈觉得四号。来，欧阳龙，请公布答案。还是三号，为什么？还是外国人？我觉得他呢，对其他那三个人呢、啊、特别热情，对这老外特别生疏。就在我们演员来讲的话，你要演的假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演的特别像真的、哦；演的真的事情特别像假的。是是是，哦，观察入每个切入切入角度是不同的啊。我的虞美人，虞美人，啊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的不管是接吻、唱歌，这个演出的都太 over 了。如果是台湾的男朋友，不可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，炸的冰的啊！除非是男朋友是外国人，才可能接受制作单位这样的安排。哎，金刚写给你俩公一块演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讲都讲，还虞美人讲没俩公啊？对呀，对不？这哪能够男朋友外国人，怎么可能接受？不可能这么开放的这种。照常理推断，就是他是要演戏的角度推断。何笃霖呢？四号为什么？我
换了，我真的换了。我原来以为是一号，后来我发现，今天当然都演得很好，很激情，演得很三级。可是呢，他们唱歌的时候，到了他每一个动作一二三号的时候，他都可以牵手啊，你的头啊靠。可是只有到四号的时候，一上去所有的动作是那么的自然，那么的自在，然后女生的整个肢体都柔软下来，直接就是东西都该哇鬼都丢了。哎呦。直接就合上去。现在答案不会像刚刚一二三四的。哎呀，如果真的四号，你看你三个被人家亲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最后了，最后关卡了，把答案拿下来。现在三三四四，我们待会看看这个表现完之后有没有不同的答案。来，女主角沈初烈，拥抱之后呢？拥抱一拥抱五秒钟以后，完了眼睛对眼睛说一句"我爱你"。男生说"我爱你"，女主角说"我也爱你"。我也爱你啊，那这个还是要示范他们才会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示范。那以前都是我跟那个胡瓜示范，那因为今天女主角稍微开放一点哦，你来示范好了。我想你一定不会，你一定不要嘛，那我来好了。什么话？四号李先生，请来，请看，好，请先对看，五、四、三。男生说话，我也爱你。来，请努力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开始。五、三、二、一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好。来，朱先生二号。看对方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 too。虞美人搞不清楚谁跟谁，眼睛一直往上转，到底谁啊？对吧？纳闷。来看对方，好，开始，来，五、三、二、一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哎呦，好，请努力。哎，女主角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最后了啊！现在各位请妈妈也准备举牌了啊！开始三位也准备举牌，好不好？妈妈前面两次选择四号，四号第最后一次决定选择谁？那我们请看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。气死评审，气死评审。现在各位请妈妈也开始举牌了啊！开始三位也准备举牌，好不好？妈妈前面两次选择四号，四号第最后一次决定选择谁？那我们请看二号。为什么变二号了呢？妈妈？因为太感动了。您觉得你女儿会选择他了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对。但是如果以你的角度，你希望这四位是谁跟他交往比较好？你来二号。妈，你二号。对对。还是二号。还是二号。那在里面当中，你最不愿意是他跟谁交往？也就是妈妈说，如果跟他交往的话，会脱离母子关系。我们来看看几号呢？为什么你妈妈不希望他嫁给外国人？好，没关系，这是妈妈的答案。希望二号，他也喜欢二号，就是希望他不要跟外国人交往。但是真的答案是不知道几号了。来，三位，欧阳龙，还是三号？你也是找哪里痛的哪里踩？也不是，其实我是觉得二号跟三号都非常有可能，因为我刚才觉得二号啊，在跟女主角求婚的时候啊，女主角一直在笑。这个经验我有过，就如果他们是真的，他在背台词的时候呢，对方一直在笑。有，所以我还是，不过我还是倾向三号，因为我觉得安排一个老外呢，这是制作单位的创意，所以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创意，我就选择了三号。好，认为三号因为老外的关系，虞美人。好，还是三号，奇怪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其他你想超过，那不是讲阿杜啊吼，刚好柯林接戏。好，何杜林，四号，我还是觉得四号，因为啊，你看像。
一号跟他学长学妹的关系啊，其实他们的那个表演是，我觉得是可是合逻辑 OK 的。那其实二号、三号其实我早就淘汰了，然后四号我觉得他们的整个肢体语言跟感觉，我觉得那个是真的。哦，觉得这种两个人的默契，觉得是像真的男女朋友。对他们像是那种气息相通，不管在唱歌上、在接吻上面、牵手的那种肌肤的感觉，我觉得都是真的。真的真好，好，也就是所有人都不把一号当人看了。选择一号，好，妈妈选择的是二号，评审鉴定团三号、三号、四号，可以来女主角，请到这里来。好，现在我们马上要揭晓答案了。就是我们暗场灯，灯扫射十秒钟，等到五四三二一，你就要拥抱你真正的男主角真命天子到前面热吻啊！来计时十秒，计时开始，十九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气死评审，气死评审！啊，这个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请到前面来，请到前面，我们都看有点傻住了，里面两个就偷偷亲起来了。是二号没有人选吗？二号一票都没有哦。好，请拥抱一下，或是说啊，拥吻一下，拥吻一下。二号，你来动一点，你怎么可能？一对焦，好，他们好像立。他们好像历经劫难归来的，对。三位千金团有什么话吗？没有一个打。干嘛站在那一边？生气？没有。制作单位安排的老外出现了，很有意思啊，这错乱。可是我刚刚有讲过，我很想选二号。其实我第一次选的是二号，可是后来觉得越来越不像，怎么可能一个男人容忍这样的事情？什么话呢？这挑拨我们节目吗？四号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说你们哦，一号就算，四号你为什么可以跟女主角这么的亲密，这么的 close 啊？对，你为什么？你跟他有认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这个来问，我们先把妈妈请出来，妈妈有点，妈妈，可是妈妈最后一次就猜对了哦。妈妈最后一次猜是二号，女儿偷偷跟他讲的吗？没有，那妈妈怎么想到二号呢？看他的表情，看他的表情啊。那个，我们想请问妈妈一下，如果他们俩结婚，你赞成吗？还要看看缘分呢。啊，看看缘分，缘分。表示妈妈，不过妈妈总是放心了、啊，她没有交到外国人嘛。而且这个二号出品光也非常正常哦。是，刚刚他们谈了，你的度量那么大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讲一下。我觉得爱他就是让他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哦，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哦。假号，你不能这样讲啊。今天上节目嘛，大家他能够忍容，表示这个丈夫真的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好。那男主角一定见到妈妈，一定有话要说了。有什么话跟岳母讲？跟妈妈说一下，没有见过面嘛，哦。伯母，第一次看到你啊，或许你对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好，但是我会努力，也会很用心的照顾小云的，请你放心。啊，来，妈妈有什么话跟他讲一下？麦克到底的，妈妈，有什么话要讲？干嘛的？今天你能嫁婚书哈？还请看两行给你啊，那个阿公婆安尼哈，爸你好。妈妈今天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妈妈没话讲了哈，可能回去又开始修理，也不知道，不晓得。妈妈应该疼女儿，所以女儿的决定是最重要的。微服出击，蓝心湄变成机车怪客。这六位当中，性幻想前三名，你排到顺序来讲，第一名是甜心。甜心，好。那现在剩下有两个，有陶晶莹跟蓝心湄，你选哪一个？哎，两个选一个。不要可不可以？不要可以不可以？认识蓝心湄啊？蓝心湄，只认识蓝心湄。蓝心湄会不会给你有性幻想的感觉？会不会？可以啊。
可以啊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了。要是我的话，第一名是天心，好，第二名是许熙媛、许熙娣，第三名高一平，第四名陶晶莹，然后我自杀。微服出击又来喽！今天微服出击邀请到富有百变女郎之称的蓝心湄。他将乔装成机车怪客，走访台北街头来侦查自己的人气指数。瞧他，哎，头戴安全帽，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情况到底如何？咱们赶快来瞧瞧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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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维西啊，哎，还会讲话，好棒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啊，几岁啊？三岁，三岁啊，啊。还有人讲话，上面的这个吓我一跳。人在讲话，哎呀，哇，哎，六狗句号，大家以为我们访问到神狗还会讲话？对，那还得了？啊啊啊！哎，你好啊，四位同学啊，这个我们这个有里面有六位哦，包括 SOS 都算两位，一位一位哦。这个六位当中里面，这个你们选出前三名是你们的性幻想对象，按照排名从第三名开始，你们选择第三名，我们一个个来，一个来。第三名啊，第三名蓝心湄吧。第三名蓝心湄，第二名，第二名高一平吧，高一平，第一名天心，天心，好，来第二组，第三名高一平吧，高一平，然后呢，第二名蓝心湄，蓝心湄，第三，第一名天心，天心，好，可不可以都是天心啊？可不可以都天心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没有二三名就对了，其他宁死不选就对了哈，宁死不选。如果真的要有性幻想，那这不行。大家都选天心了，对不对？那次序再来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嗯，蓝心湄啊。三名，第二名呢？高一平。高一平啊，你呢？第三名啊，蓝心湄吧。第二名高一平，高一平。第二名高一平，第一名是天心。都是差不多。天心都是第一名啊。对啊。还有有的都是蓝心湄都第三名啊。啊，这个高一平第二名的几率比较高。真的，这几个明星如果看到，奉劝你们出个写真集。挽回你们的颓势啊！就是就是，哎，那你们知道这几个当中是哪一个唱片出最多的？哪一个唱片出最多？嗯，蓝心湄唱片最多。啊，会唱蓝心湄的歌曲呢？总经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有缘。念经啊！那蓝心湄，如果刚刚提到蓝心湄的话，蓝心湄如果有唱歌、主持，还有她的舞蹈，我们帮她综合一下，都这么多项排第三名的是什么？啊。就是第二，跳舞吧，跳舞。第三，唱歌，唱歌，也是他歌都排最后啊。所以奉劝他应该出些舞曲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出情歌大家。那舞曲当中最好也不要有声音唱歌。对对，最好就是舞曲就直接音乐演奏，他就出来跳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调查啊，谢谢。不错，好，哎，那后面是谁？后面。哇！问到现在已经半个钟头，终于有人会唱他的歌了。因为他闷死了。真的、啊，你觉得他真的很有诚意啊？你的歌两三首都。对啊，你都会唱哎。哎、欸，心湄很奇怪，我们调查的，本人很漂亮。本人好漂亮。本人好漂亮。哎呀，真是，因这个太虚伪了。这，你刚刚没选那个心幻想，没选蓝心湄，他有选，他有选，都有选，只有他们两个没有。这两个有，这两个没有。我只有选听到他说可不可以到天性。这两个是这两个。是你，又是你。但是有一个意见你要听下去哦。他们说你啊，主持一流，舞蹈很棒，歌唱排第三，所以你尽量出现舞曲比较好一点。啊，尽量就是舞曲当中不要有歌声的那一种的。大家多多支持蓝心湄，谢谢蓝心湄，跟他握手，跟他握手。哇，蓝心湄。这五个主持人里面当中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性幻想？你能不能把它做一个三名内的排名？哎，做三名，前三名，第三名是谁？如果这五个当中，六个人当中，一二三四五六个人，好，第三名，蓝心湄吧。第三名蓝心湄，好，第二名呢？陶晶莹吧。陶晶莹，第一名，天心，天心，哇，从前三名二名呢，再看他选择的女朋友呢？的确是已经发现的，眼光有独到的地方，有找到了，有眼光独到的地方啊。脸还蛮像蓝心湄。等一下，我要问问女朋友了，对于你的男朋友选择这种排名，你会觉得男朋友眼光很好？很好。好，
难怪你们会成为一对。好了，那为什么选这个天心是第一名呢？嗯，漂亮吧，身材又好。那陶晶莹呢？第二名。可爱吧？可爱。可爱。男性美呢？嗯，身材好。那如果女生来讲的话，我们就说……哦，那不一样。如果说有机会，医院跟你讲可以复制一个人，你的完全复制一个人，你要复制像天心一样，还是这两位，还是高一平，还是陶晶莹，还是男性美？按前三名。三名啊。第一个想复制的是想复制谁？高一平。高一平。第二个想复制的是陶晶莹。陶晶莹。第三个想复制的是徐熙媛。姐姐，好，姐姐，好。那您的顺位的是天心。天心第一个顺位，然后呢？高一平。高一平，然后呢？蓝心湄。蓝心湄，弥补自己不足的地方哦，是不是？想弥补高嘛，想弥补胸部大啊，想弥补有智慧，有智慧，对，哇，不错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调查呢，完全是非常公平的哦。啊，你的名单当中为什么没有这个蓝心湄呢？我比较欣赏，就是如果选高一平的话，我觉得他比较有智慧，然后又很会说话。蓝心湄是属于比较活泼，他觉得他很活泼，但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一种。不是这个意思、啊。比较少了哈。然后胸大，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只是我比较喜欢。啊，希望高一平。所以两位看起来一定很聪明的哈，聪明。我们刚刚选择做一个解释吧，有天心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身材很好。身材好，所以他说是讲弥补作用没有错嘛哈。高一平智慧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蓝心湄，活泼，非常活泼。所以女主角非常紧张，嘴角还是有点在颤抖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看到瓜哥的关系，没有，你认识我们吧？应该认识。有没有常常看我们的？没有。没有。非常好，您先访问一下，我待在旁边聊一下。旁边去哪里了？没有，因为刚刚回来没多久，没有收看很多台湾的节目啊。这位观众，请不要打扰我们，好吗？不要打扰我们，访问哈。蓝心湄，好恐怖。来，蓝心湄你好，蓝心湄你好，你好。你是说戴这个帽子很恐怖吗？啊，没有，他突然出现。他说你本人好恐怖啊。这很恐怖吗？我刚好选你啊！对啊，选你啊！你看看。对啊，哪像有人啊，就是会选，就是比较平的。啊，不是。他比较喜欢天心啊。没有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哎，为什么没选蓝心湄？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比较漂亮，比较他比较喜欢漂亮。可爱型的嘛，你看这。比我漂亮，也不是，我比较欣赏就是他们有在主持娱乐节目、娱乐新闻那种主持。前面你们娱乐新闻主持人，前面你没有听他男朋友讲呢，新幻想还选蓝心湄、陶晶莹，我们都快昏倒了。什么昏倒？对呀、啊，很对。你看，虽然现在只在乎这个陶晶莹而已，她比她漂亮，她怎么能？现在虽然牵着她的手，可是她心里在想着我。如果蓝心湄说要跟你一夜情，不用你负责，你会答应吗？不会，为什么呢？他女朋友不要管他，因为他女朋友现在只是假象而已。如果当你知道你的男朋友跟蓝心湄发生一夜情，你会怎么样？他死定了。他死定了，好，所以不要想，都不要想啊！你现在看到本人蓝心湄，还会把他当作性幻想吗？你要来宾这样多难回答。你好，在哪里上班？我是做珠宝。做珠宝，你已经从国外回来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是本地人吗？是，哪里？是台北。台北，哇，这么看起来像香港人一样，像落成回来的啊。哎，那你一定是本地人啊，一看啊，看吧，从哪里来？哎，我是国外的。哦，他反而从国外来的，奇怪，国外回来像看本土的像国外人，真奇怪。现在这个长得蛮滑稽的啊。什么叫滑稽？什么滑？长得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哈。这几位你认识吗？天心，认识。认识你呢？不认识。这个 SOS 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但真的是从国外回来的。高一平，这个陶有没有认识哪一个人？有没有？这个认不认识？蓝心湄有认识的。你有没有看《非常男女》？有。高一平就是我另外一个搭档，有没有？个头很高，胸部很平，个高，所以叫高一平啊。很少看。哎，那个的陶晶莹你应该不太认识吧？陶晶莹有听过，听过啊，因为那个有线都不，哎，无线都不看呢，何况有线呢？这蓝心湄应该很红。哎，这个我知道。啊，这个知道，这个知道哇。谁的？我们会看相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您国家在哪里？您是哪里？文莱。文莱啊。文莱在马来西亚。那这样好了，随便我们先问问你好了，在下面这些人当中，你前三名的性幻想是谁？第一名是天心。第一名天心。天心第一名，性幻想第一名啊。第二名呢？蓝心湄。蓝心湄还有可能第二名吗？
三名。高一平。别幻想那么久啊！第三名高一平。他那个想，好像镜头里面好像幻想已经出现了啊！你们好像躺在一起的感觉。没想到蓝心湄在观众朋友心目中的性幻想地位还那么高。对对对对，哇！那个陶晶莹跟 SOS 这个被排除掉了，暂时这个人呢，这个朋友啊，那这位朋友都不在手怎么办呢？啊，认识蓝心湄啊，蓝心湄，只认识蓝心湄。蓝心湄会不会给你有性幻想的感觉？会不会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啦啊！要是我的话，第一名是天心，好，第二名是许熙媛、许熙娣，第三名高一平，第四名陶晶莹，然后自杀啊！什么话呀？文莱的朋友只认识蓝心湄，说蓝心湄还可以啦。哇，那蓝心湄不得，文莱的朋友都非常有钱呐，文莱有钱呐，都是油库啊！哎呦，不得了！你现在是开油的吧？天哪！这位是记者到这里来了啊！戴个安全帽，你是想抢劫是吧？不用了，哎，你好啊，文莱文董啊。他想文莱文董，他想把那个帽子拿掉，可能会吓到人。哎，没有，还好你选他叫你文莱文董，而且你选别人，文莱谁吗？文旦啊，你知道他谁吗？还不是一定知道，他是谁？看到没有？还不知道是谁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的表情呢，要知道他，还不一定认识他嘞。你认识他是谁吗？蓝心湄。蓝心湄嘛。蓝心湄嘛，羞于见人啊，所以戴个安全帽啊。男生，我想请教你，如果女朋友现在不在，这个只是做测试的啊。这六位当中，性幻想前三名，你排到顺序来讲。不然因为女朋友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好。前三名，第三名是啊。嗯。大家在啥都选姐姐嘛，对不对？徐熙媛，好，来，姐姐。第三名是徐熙媛，第二名。高一平。高一平。高一平啊。第一。哇，那第一名呢？第一名。各位观众，第一名是天心。天心，好，那现在剩下有两个，有陶晶莹跟蓝心湄，你选哪一个？哎，两个选一个。不要可不可以？不要可以不可以？不要不可以啊！没关系，个人自由，他愿意靠自己就靠自己，两个都不要，好都不要，就放弃。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了啊，另外一个问题，同样是这些人六个人，如果有机会你要成为一个复制人，你会复制谁？复制人，你想复制谁？也是三名内，来第三名。高一平，高一平第三名，第二名，蓝心湄，蓝心湄第二名，天心，天心第一名。可是这里面当中呢，出唱片最多的是，蓝心湄，蓝心湄出唱片。所以您认为他的选择是三样，你排名的话是，他是第一名是主持呢，还是演戏，还是跳舞？主持，主持排第一。那第二顺位是唱歌跟跳舞。跳舞，第三个唱歌，第三个才唱歌，所以你没有歌跳干什么？所以也别跳了。这个好，蓝心湄都看看我们节目，给他一个建议，蓝心湄最好是放弃演艺事业了。哦，因为他还可以做主持人，主持人不错，不要再出唱片了。哎，没事，跳跳舞还可以。你觉得出唱片是会浪费唱片公司老板的钱吗？不会啊，他会给大众希望。大众希，就给很多年，给很多年轻人希望，说他可以出片，大家都可以出片了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你手上有没有蓝心湄的唱片？没有，从来没改，没买过。你有没有买过？没有，都没有买过。太好了，好。那那个观众不要在那边躲来躲。我都没给阿妹姐的唱片的。现在才认出来。阿姐啊，你妹姐的我还唱片啦。可怜的哦，这是蓝心湄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从今天开始起买蓝心湄的唱片啊？不要勉强。阿叫阿木啊，阿木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他男朋友啊。可他这位妹妹，她希望你多主持节目。对，因为口才很好啊。哪有你好，你口才才口才好好。你们两个才不错，这么会批评人家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你呢？性幻想里面没有选到蓝心湄。哦，他刚不这样讲，我们后来说陶晶莹跟蓝心湄的话，他说两个都不要。真的，他这样讲。两个都不要了，那你怎么还会？没有了。哎呀，情人眼中出西施嘛，你这个。哎呀呀呀！我们刚刚访问的狗也说喜欢你啊。对呀。真的吗？有狗哇哇哇喜欢。你干嘛？哎，这真的是狗在这边，你看。对，喜欢蓝心湄嘛？哦。对呀，对，我喜欢。啊，好凶啊！咬你，要。嗯，微服出巡，请过。